还好，我还没有用太小笼子，看完那个以后不自觉太丢脸，不然一定会觉得好像我在虐待动物。可是我真的不会像他们弄那么复杂，因为这样很难清理，好不好？这样比起来，我们家手工的家很小。可是我看他们住是还好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蛇蛇，哇，我们家三只蛇蛇都跑出来，一直要跑进去，不过它那里面的那个红边袜带蛇颜色真的很明显，可是台湾我那时候买台湾也没有进那么明显，台湾就算我进过什么火焰袜带蛇，跟它那不一样，也不是桃红色，大概是比小红再明显一点点而已。可是他们的松狮蜥就是原色啊，很有原色情趣，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买很亮的颜色啊，松狮蜥还不卖到那边去。嘟嘟，嘟嘟在喝水，嘟嘟喝水，嘟嘟你的小鱼呢？你把小鱼，你的小鱼还在，我想说你把小鱼吃掉嘛。他说没有，我嘟嘟在赏鱼。你在喝水还是赏？你今天吃完老鼠可以喝个水赏鱼。他说我在赏鱼。真的，嘟嘟好可爱。然后今天没有老鼠，开心。老鼠终于吃光，我真的不想在家里养老鼠。好，嘟嘟好乖。可是他们宠物店要有卖活鼠吧，嘟嘟。我在德国宠物店，如果没有就要买冷冻的，好可怕。我啦，应该是有卖啦，我猜。好，没事。